1858年4月10日，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，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，重达15吨，分针长度超过4米。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，而最初它的出现则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，标准时。在此之前，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各自调整的，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，因为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过各自教堂塔尖的位置来校准时间，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。所以随着铁路线的蔓延，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。在幅员广阔的美国，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。1883年11月18日，美国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。这一天的正午时分，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。从此，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。改变这一切的，不是宗教，不是政治，甚至不是科学本身，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。当然，被公司改变的，绝不仅仅是时间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，国与国竞争的规则。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，纷纷写下公司之名。公司是一种组织，一种制度，一种文化。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在不同的国家，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。